Hello， 我是丽婷，欢迎回到我的频道。现在呢是多少号了？现在是8月17号，我来到了国会采访。和之前国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现在因为疫情肆虐嘛，所以国会已经不容许媒体在媒体走廊那边追访部长，所以我们只能待在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空格，在这里做一些新闻。我现在呢就身处在我们公司位于国会的媒体室，可以给大家看看一下室周围的情况。那平时呢我都会通过这个电脑还有这个荧幕了解国会下议院里面发生的东西啊，还有一些部长和副部长提成的动议的。在这方面副部长就解释，其实在新冠疫情期间，很多国人都待在家中网购口罩，在没有完全清楚商家的背景下就将钱。所以现在我要戴上口罩，带大家去看看国会在疫情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走吧，这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之前呢如果有召开国会的时候，媒体都会在那个走廊，我们就是叫它是媒体走廊那边去追访啊，然后跟部长追问一些课题。可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这条走廊已经没有沙发了。本来这里是会放一个沙发给媒体在里面看下议院里面的情况，可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和之前有很大的不一样。好，带大家快一点去看看哦。可以看到吗？现在虽然是召开国会，可是情况还是空荡荡的，因为所有媒体啊，就只是被安排聚集在媒体室里面。所以现在这个荧幕前面已经没有沙发了，以前这里会有一个沙发，让媒体可以坐在这里聆听国会下议院里面的议程。我们可以看到国会这里呢也有围起了这个警戒线，然后旁边也有放一个消毒洗手液，让大家可以洗洗手，然后再继续到你要去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来来往往的每个人呢都有佩戴口罩，然后也有保持社交安全距离。我现在就坐在国会里面的其中一个沙发，然后可以看到我旁边有一个红色的打叉，就是说其他人不能坐在这里，就是说整个沙发有三个位置，所以只能坐两个人，确保所有在国会走动的人啊，无论是部长或者是媒体或者是官员也好，也能保持社交安全距离的。我今天这支影片呢，主要是想要给大家知道，在疫情下国会是做了怎样的一个改变，确保大家可以保持社交安全距离，也能有戴口罩。这个铃声呢，其实是国会用来，告诉那些国会议员啊、部长们，其实是时候开会了。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此结束。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朋友呢，是可以给这支影片点个赞，在影片底方留言，让我知道你的想法，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给我一点支持哦。谢谢你们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空格，在这里做一些新闻。